Hello， 大家好，我是 Cloud Pan。那么呢，今天我们继续回到来玩的 Pokemon Black 2 and White 2，然后我们要继续回来我们的游戏里。然后现在是 Oh my God， 已经到了夏天了，现在是10月31号。现在是10月31号，已经是夏天了吗？已经超过夏天了，好不好？哎，等等，秋天是几时来到的？秋天是几时了？啊，不管，哇哦，这现在是晚上，可是为什么现在已经7:50，可是这里是傍晚。我窗口外面已经完全是天黑了，可是这里还是傍晚。我相信它应该是要到八点之后它才会变成晚上了，晚上的夜景。没有看过它的夜景，所以非常期待是什么样子的。好了，那么我们上次玩到哪里？我完全忘记我们上次玩到哪里了。哦，对了，我们要上去电梯嘛，可是上面是什么了？我又忘记了。我要上去几层 ？What the hell？ 47层跟55层，你这座楼是不开放吗？全部层都不开放，还是你只有这2层楼？好可怕的东西。我们来到第47层楼，有窗口吗？我要看外面啊，没有，不能看外面了，好无聊。哎，为什么有个 Pokeball 在这里的？哎 ，What the hell？ 看来是普通的 OL， 其实是女间谍，明白了吗？我是很强的，你不跟我说你要战斗啊？你妈的，我完全不知道原来可以在 office 里面战斗。OL 离子是什么懒叫东西？含羞包 Budu， 我的天哪，几十年没有看到 Budu 了。可是 ，OK， 16 level 的 Budu 有点不好，对于我们的手臂来说有点不太妙哦。我们的报恩是return， 我们的报恩是 return， 试试看用 return 看会什么样子。我们看用 return， 他妈的，我们的手臂超级不喜欢我们的手臂太讨厌我们了，所以如果手臂还不喜欢我们的话，是对他没有效果的 return 的话。还有Mega Drain。啊，死定了！这样的话，换去 TF 啊。Mega Drain 对我没有效。超想念 Budu 这只鬼东西，超久没有看到 Budu 了。哎，我也只能撞它了，我除了撞它之外，什么都不能做。哎，干你！我中毒了，干你！玩水哦。还要玩水哦，中毒不是开玩笑的，中毒非常恐怖。OK， 这只布丢真的是有点恐怖啊。去死吧，拜拜。 Nice。间谍任务失败。好了，我不管你了，我要拿东西罢了。装拆防御什么鬼东西？所以这里每个人都是 trainer 来的吗？你是眼盲了吗？哦，参观公司，总之先对战吧。啊？哦 ，OK。上班族课点，你们在 office 里面 Pokemon， 你们在 office 里面玩 Pokemon battle， 你们真的是。神奇的家伙，微笑哦，好恐怖哦！我们先用 给他 paralyze。Oh my god， 有点不太妙，太恐怖了。太不妙了，因为如果我们的手被 GG 掉的话，我们的另外一只 TF 也是非常不妙。我们的 TF 是 Grass type 来的，它是 Fire type， 非常不妙。我是看用电击，看电击对他来说有效吗？感觉上根本没有效果。
他利用嗅觉。OK， 幸好他无法动弹。他的火苗很痛啊，怎么办？不过我们应该已经我们赢了啦。啊，还要垂死挣扎。哎哎哎，哇！一 HP 哦，一 HP 哦，多谢晒哦。刚拿晒我两只 Pokemon 都受重伤了，咁都有嘅喎。嘿嘿 ，What the hell？ 咁都有嘅喎。OK， 我不应该用报恩，我应该直接用电，我应该直接电死他算了。哎，再见了。OK， 我们的 TF 三十一十八 level， 终于到十八 level。噔噔噔噔，好了，其实各位 TF 其实是17 level 就可以进化了，可是我把它拖延到18 level， 是因为那时候我在 train， 我在为我们的 TF training 的时候不小心把它进化，差点不小心把它进化，所以我只好按取消了。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我们那时候没有在 record 当中，我一定要让大家看到 TF 进化的样子，所以我一定要现在在 record 的时候才让它进化了。幸好是可以取消进化的，只要按 B 轴。幸好只要按 B 都是可以 取消进化的。 OK， 哦，跳的样子有点奇怪。哇 ，Oh my god， 我们的跳粉身碎骨了。OK， 它的进化的动画真的是难看到没有话讲。这什么鬼东西来的？青藤蛇。OK， 青藤蛇，感觉像整只鸭子这样。太强了，我感动这个送你。喂，他送我东西哦，快速球，快速球是什么什么 ball？ 啊 ，quick ball， 在与精灵遇见的第一时间就扔快速球的话，就能提升捕捉的成功率。哎 ，oh fuck，GG， 我不能挑战了，他妈的，你挑战个零啊，我根本 GG 了已经。我不小心走过去了。Oh no！ 还是一直 flying type。GG， 竟然还是一直 flying type。看来我们这次真的要战死在沙场上了。然后他用 crit attack， 还有 critical hit 哦 ，crit attack critical hit。各位，我真的觉得我们这次战死在沙场上了。加油吧 ，TF， 你行的。他好像没有 pack 哎，他有 pack 的话就死定了。我们只能用撞击，可怜的 TF 只能用撞击了。Oh my god！No！哇，这场真的是一场。好浪费钱的，好倾家荡产的一场比赛，我真的要死掉了。哦，真空斩，哦哦，哎喂，没有事情的哦，没有事情的哦。我们试试看用我们的这个绿叶旋风，没有打中 ，OK， 没有打中，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各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还是用撞击好了。不过我又想用看绿叶旋风，看是造成多大的伤害。OK， 也蛮多的嘞。OK， Bug type， 我们是 Grass type，Grass type 竟然打死一只鸟，真的是谢天谢地。哇、哦，可是这场比赛我真的是损失惨重啊！救命啊！我要回去了。你们这座楼根本不是人玩的，这座楼。我是 Pokemon Center， 我等下会回来跟你们一个算账。他妈的，根本恐怖到要死！你们真的是。真的，可是 Pokemon Center 会在哪里呢？我完全没有来过这个城镇。
这个是一个圆形的哦，不是圆形，它是一个哎，这个是道馆吗？这个是，我不管了，我要找 Pokemon Center，Pokemon Center 要紧。什么流？哦，在这里 Pokemon Center。你是慢流，恢复精灵。哦哦，对不起。你知道地球网络吗？是。哦，你知道，你好厉害。但是我告诉你一个能变得更厉害的方法，只要调查地球网络，就能很快登陆自己住的地方。好了，地球网络那些都是 WiFi connection 的东西，可是我是用 Desmumi 的话，所以就没有办法了。Desmumi 是不支持 WiFi connection 的。好了，我要买东西啊！他妈的，完全没有钱了，不是完全破产了。好商药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们的名字这么怪懒的呢？商药就 potion 嘛，好商药 super potion， 好商药，他妈的，你这个整个，哎呦，我都不懂怎么讲了，你的名字真的是很让人讨厌。OK， 我们要买 rebel 买十个。我们花钱好恐怖啊！我们的花钱真的是非常恐怖。哎，买一个解毒药啊，三个啦，这么便宜的话。OK， 好商药，五个啦。妈的，贵死了！我没有钱了，少过一万了，我的钱没有事了。嘿嘿。达普纳，你喜欢米利昂是吧？是吧是吧，果然是的。你问来搞啊！你问来搞，你们真的是很莫名其妙，我完全不懂你们在问什么。哎哎 ，OK，Thank you，Thank you， 我要走了啦，你不要给我这么多东西啊！很好很好，谢谢你，我会很感动的。哎呦，我背包满了啦！哎呦，哦。哈哈哈。我赶时间了，我还要去。OK， 谢谢你，我还要去打人呢，我要报仇的，他妈的，打了我要整个人要死掉了，那些人是这里吗 ？OK， 战斗公司就是这里了，我来报仇了耶！ Yeah! 对了，上次有人告诉我的我的这个学习装置。我的学习装置其实就在我们的道具栏里面，我没有看到，就在这里罢了。我们的学习装置就在这里，我们给我们的手臂拿着好了。我们暂时给我们的学习装置，给我们的手臂拿着，然后我们暂时就用 TF 好了，暂时先用 TF 学习装置的话会平分他们的 EXP share 的。好了，去47层楼。等等，我来报仇了。我打了你吗 ？OK， 好了，来了。上班族博信哦。哦，很好，我的 type Pokemon Mario。但是我的 type 是 normal type， Mario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不是 Azu Mario， 他说应该是我的 type 来的，直接用绿叶旋风给你死掉算了。哦，时间球 time ball。时间球的话，和精灵战斗时间越长，捕捉的成功率就越高哦。所以 time ball 跟 quick ball 是相反的东西了。quick ball 呢是要 quick ball 是要越快丢越好 ，time ball 是要越慢丢越好。哎，你不跟我打仗吗？掉点眼镜，什么东西？戴上焦点眼镜就能更容易的命中对方的要害啊。OK， 他不跟我打，他不跟我战斗啊，无聊到死了。好了，去55层看。
五十五层是什么东西呢？呜！PP 小恢复，小恢复。Hello， 你是谁？哦哦，你是我在大厅里遇见的那个精灵训练师，能来到这里，看来你的确是一个强者啊。那么就让这大楼最强的训练师，我孙子，也是这家公司的社长来会会你吧。干嘛？这家战斗公司研究精灵与训练师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就让我这个社长来证明吧。嘿嘿嘿，你这样做不对哦，我什么都没有准备，你就这样跟我挑战？哇，刚下课的学生，刚下课的学生竟然是社长，刚下课的学生生，哎，你是社长啊！我的天哪，你是刚下课的学生，你可以回去读书吗？你可以回去读书吗 ？Oh my god！ 你这样子就跟我来，就想来打我啦？还用 EV， 竟然还用 EV， 你真的是没大没小，用 EV。还一直死命用 Crit Attack。你打不过我的啦，烧赔啦，烧赔啦！干，干！我要被他的 Q Attack 打死了，够力喽。OK， 没有事情，很好，非常好。Oh yeah， 手臂十五 level， 手臂十五 level。哦，充电，充电，充电是一个非常好的招。充电是 charge， 所以我们应该要忘掉撞击吧，我觉得我们忘掉撞击了。不过这样看来的话，我们的手臂就完全是一个什么鬼都不会，就只会用电嘛了，他什么鬼都不会了。哈约克，继续战斗吧。哦，哈约克已经这么强大了，有点恐怖啊，这是哈约克已经第二进化了。哇，这么痛啊 ！OK， 很好，非常好，我没有想到会这么痛。哦，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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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OK， 我们赢了。哦，哇哦，哇哦，哇哦 ！TF 十九 level。哦，哇，手臂直接连升两个 level 耶，在这场比赛、这场战斗里面，会进化吗？会进化吗？会进化吗？进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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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化。哦，哇哇！自己里面 Sobby 跟 TF 同时进化，太高兴了，这个真的是我的终身大事。哦 ，Sobby 的样子有点奇怪。Sobby，啊，好痛啊！叫什么名啊？这只东西叫什么名？我忘了这只东西叫什么名了。绵绵 ，OK， 叫绵绵，好吧，叫绵绵。他妈的，这人叫绵绵，输了。你是刚下课的学生，你当然输了。你又不是社长，你是刚下课的学生，因为你太强，而我太弱了。为了精灵，为了训练师，我们还得研究啊。胜利是多亏了精灵，败北都是自己的责任。这样的想法能变强吗？不管怎么样，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其实用 Pokemon 来打仗已经是一种，我用 Pokemon 打仗已经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了。真的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心，我从小没有这么觉得，可是大了之后你在玩 Pokemon， 你越玩越奇怪，为什么这个这么讲究和平的一个游戏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只是拼命用 Pokemon 来战斗，然后人就是在那边一直在救自己的 Pokemon， 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这样罢了。不管是精灵还是女性，生机勃勃的样子，生机勃勃的样子都很迷人。战斗公司正在募集播音员，有实力的训练师都可以来玩，来玩嘛！这里面是什么啊？好了，我们要去 Pokemon Center 一趟。
OK， 那么现在已经玩了20分钟了，现在要干嘛？这下面是什么？这是我们来的地方是吗？这个是我们来的地方，又是海边。大家看起来长得都一样，是因为我累了吗？你没有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前方飞云大街，海旁，游览船码头 ，OK。哎嘿，在人群中生活是会变得喜欢大家呢，还是只喜欢自己呢？哦，这是什么 ？Hello， 下水道里也有锻炼精灵的训练师啊。哎，下面是下水道，可是我过不到去啊。你在干嘛你？向上惊奇大拇指，其他手指紧握。这个表示是同意或者是赞许。飞云是飞云，就是飞在天上的云。哦，这里是什么？宣誓，我要将这个道具送给这个训练师。先知之主啊，这是 Quick Claw 吗 ？Quick Claw。戴上先知之爪的精灵有时候会无视速度 ，OK， 就是 quick claw 的意思啦，就是会突然间比较很快的就攻击对方。来去自由的飞鱼拉力，你还没去过的是奖章事务局差生调查队这两个地方。好了，就是飞鱼拉力吧，出发。哎，麻烦，麻烦。好了，我们去寻找他所谓的飞云拉力。他说我们俩还有两个 building， 所以应该是我们还有两个 building 是没有去的。我们已经去了战斗公司，战斗公司他本来是有三个的，第一个是战斗公司，然后其他的我就不晓得了。那么这里是什么？下面这里？为什么这么多个码头的呢？这里？我这里是从哪一个码头来的？我都不知道了。哦，这是红线。哇，为什么这个飞云师的人都对我这么好，一直死命送我东西的哇？他们好像怕我拿不完这样啊，一直死命送我东西。这是什么啊？这是？哦，这是差生调查队本部，人们在行走中差生。OK， 就是这间了，这间是第二个我们要来的地方。让我们飞云拉力吧，差生调查队。OK， 你喜欢的打招呼是怎么样的吗？我喜欢怎么样的打招呼？差生通信时给对方的寒暄语是，你问我啊，我怎么知道啊 ？Hello 啦 ，Hello。Hello， 加多一个感叹号给他，给你多三个感叹号好不好？三个感叹号，嗯，不错，很有活力，对，非常有活力的一个 Hello， 再随意的打招呼吧，我等你。你好，你没有忘记感激的心情吧？啊，对了，你的精灵球掉了，给你吧。哦，喂，等一下，对帮助过自己的人说是说谢谢，虽然很琐碎，但是很重要。来吧，让我看看你是不是真有一颗感激的心。哦，你问我这些什么？所以你要我说谢谢啊？你要我说 thank you 啊？你想得美啊！你想得美啊，我死都不会跟你说谢谢的，我要跟你说 welcome。 可是welcome 太随便了啦，我们说一句比较特别的，粗话的话又显得太粗鲁了，哎，算了吧。
这个应该不算是粗话来的。太棒了，我的心也温暖了，我的心也好温暖啊。当有人帮助你的时候，就要传递出感激的心情。对了，对方肯定能接受得到。大家都喜欢什么呢？现在最流行什么呢？你是不是会为了这个而感到困惑呢？这里是差生调查队本部，是告诉你这样的迷途羔羊真实的地方。你的眼神不错，充满了探究心的新眼神。好，我任命你为调查队员吧。队的工作只有一个，那就是调查委任务。首先是我给你的任务，然后选择用调查雷达调查的任务，然后只要和各种的差生，雷达就会收集情报，当然还有报酬。K2 队员，我期待你的表现了。好了，今天有什么事？接受任务，想要接受挑战任务吗？首先选择调查方法吧。哎呦，我不管了，我不管你了，我根本不想了解这么多。在开心的时候，开心的时候我会说什么？开心的时候我会说，开心的时候我会说，开心的时候我会说，我会说 wit， 我会说 the， 我会说 the 的，开心的时候我会说 the 的，好棒的台词啊！在差生对话框中登录进入，以便于随时输入吧。你又问什么？什么样的人？你的兴趣是游戏？你的工作是？我的工作，我有工作吗？我是学生啊。哇，你这问谁什么问题啊？我喜欢冰。哦，没有时间给你做这么多了，我走了啦。好恐怖啊，你们完全不懂你们在调查什么东西。在不经过我的同意下就让人跟我调查，你们有没有尊敬过我吗？然后这是什么鬼地方？自由乐园岛吗？听说曾经有一个大富翁在那里养了一只比克提尼。比克提尼什么？等离子团试图利用比克提尼的能力做坏事，所以他们才会毁灭啊。自由乐园岛，我们应该还没有到那个 level 吧？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要完成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任务先。不过这里真的是太乱了，我都忘记我有脚车了。这是去哪里的？我想问，这是去哪里？哦，这是道馆啦、啊！道馆原来在这里。道馆短住雅提说，可能有案件就出去了。可以的话，请帮我找一下他吧。哎，雅提又出去了。哎，你是马前吗？哎，不是，你是凯德。这是什么？很熟悉的名字，很熟悉的脸。其实是这样的，雅提又出去了。哦，你是爱丽丝啊，爱丽丝，那个 Pokemon 什么 Pokemon Best Research 的那个爱丽丝。老师说什么创作就遇到瓶颈，然后就离开道馆了。你是等离子团？哎，等等，有可疑的人的地方啊。对了，那边可能，哎，雅提和爱丽丝都这样啊。他前面就转弯了，应该是去了精灵中心吧？你知道吗？精灵中心只要在飞云室外围不断前进就是了。OK。我的蓝蟾蜍实在是太可爱了，每天都治愈累得半死回到家的我，太振奋了！啊，前面又是什么？
哇，这个飞云四舞真的是大到我难以置信哦！要调查完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哦，这个只有三层楼，不像那个有55层楼。从别人那边拿来的精灵名字是不能变的，因为这里包含着启明人质对他的思念。干你，这样就可以了。姬妾，呵呵，你好，你好，我是姓名判断师。你好，你好，让我给你的精灵的昵称占卜一下吧。占卜名字啊 ，Tiff。Tiff 吗？这昵称很有你的风格啊。不过要不要我来取一个更好的昵称呢？踩你的啥？去死吧！做一个按摩，给精灵做按摩。那么开始吧。呜、哦，辛苦了。因为刚才的按摩，你的精灵稍微和你亲近了。啊！你他妈的，你不早说，早知道我给说毕。抱歉，刚刚的按摩我失误了，你失误了。还请明天再来吧。你他妈的，你是手残吗？我是情感占卜师。全世界有很多人通过 Seeger 进行感情测试。OK， 所以我应该给 Sobi 我们的给 Sobi 按摩，因为给 Sobi 按摩的话，它的 return 的效果就会更加强了。哇，你这是什么鬼地方？没事。简单达人等级是初学者级，简单而立才刚刚开始。OK， 所以这个是第三个了是吗？这是第三个飞云拉力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走了是吗？去第三楼。哇，这集已经玩了半个小时了，我已经有点累了，有点头昏脑胀了。这个，哇，这是什么鬼地方？这什么鬼东西？你们在研究什么东西啊？我是真什么鬼的助手？关于梦的研究，你有什么想知道的吗？精灵的梦，就是睡着的精灵会做梦，用梦境同步器召唤唤醒睡着的精灵，他所做的梦就会在于……好、哦，能收集到全世界训练师的资料。另外，在梦境同步期下睡着的精灵，在睡的时候会做梦。哦，头昏脑胀，一大堆都是 Seeger。全部都是 WiFi connection 的东西，全部都是 WiFi connection 的东西，我们目前还是什么鬼都做不了的。哦，好累哦，我觉得。我要快点调查完这该死的飞云室，这死鬼飞云室真的是，我要杀掉了。飞云室真的是好大呀，飞云室。我有我的脚车。这里中间是什么？哇，小象！哈，哈哈哈，吓了一跳吗？没有哎，抱歉吓着你了，是的。我真的只能说你们这个游戏里面的人太奇怪了。这个送给你吧。哇，闪光啊 ，flash！ 使用闪光技能可以降低对手技能的命中率。中两次的话，技能命中率差不多得减半，所以要不断的闪光。呀呀，哇，两个技能，嘿嘿嘿，真的假的？是吧？嘿嘿嘿嘿，呀哈，耶，兄弟，什么鬼东西 ？Oh my god， 原来这游戏有 gay， 也有激情。哦哟。哇 ，Pokémon Black 2真的是有好多我意想不到的元素在里面了。
我真的是想不到这个游戏竟然有这样的东西。哇，阿笨你哦！哦哟，车水马龙的地方。咕呼咕呼，我和精灵只要有一方笑了，另外一方也要跟着笑，呵呵。你喜欢电视上的谁？我喜欢大姐和不肖君。不肖君很熟，可是我不知道是谁，我不晓得是谁。啊，只能去第十一层，很好，只能去第十一层。你有在睡觉吗？不睡觉是没有没法回复的，所以这个所以说这个给你技能级哦，这是 rest 44 rest。哇！我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你知道吗？强迫症要是做什么事都很仔细，就是做什么事都很仔细，就算什么都没有的没有的地方也要调查，和各种人说话。我有啊，如果我没有强迫症，我才不会一个一个跟你们说话，说到我真的是要头要崩溃掉了。你们真的是长期的要死，很长期啊！你们真的是，可以屌吗？好了，这集里面我一定要调查完这个飞云寺的所有的，去所有飞云寺的所有的 building 里面，让人全部人全我要跟全部人讲话。可是真的好累啊。啊，这个又有几层楼呢？哦，这个22层啊！哇，你们的真的是好恐怖啊！你们的东西，现在我在想一个、哦、新的游戏哦 ，OK， 元气碎片。我是卡比熊，才怪是策划。直说吧，道具剩饭是非常重要的，在对战中非常有帮助，要不要实际确认一下？你喜欢用喜欢的精灵获得胜利吧？我不想 battle 了，现在怎么办？没有心情 battle 了，现在我根本不懂。Game Freak 是这个 Pokemon Black 2的公司来的 ，Pokemon 游戏这一系列的公司哎，他用皮皮。啊、哦，我没有心情打了。哎 ，fuck you！ 喂喂喂，好了哦，喂，哎，你这样做不对。他妈的！你是死鬼肥婆，谁肥婆？点擦嘞！这是什么来的？这是 leftover 是吗？他这个叫做剩饭哦，剩饭，他的 item 是剩饭。剩饭的话，如果我翻译去英文的话是，不是我如果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话 ，leftover 好像是剩饭的意思，所以那个是 leftover 是吗？够了啊！你们真的是够了啊！哦，所以每天可以回来，可以每天和他对战是吗？哦，可以每天来这里跟你对战，可是我才没有这么得空啊！他妈的，我是美术，不对，你是人，你怎么可能是美术？要画一些没看过的东西，就要去观察各种其他东西，不光要看，还要分析，将他们变成自己的东西。哇，你真的是恐怖啊！你这个人，不要死机，好了，我不死机。你好，这里是 Game Freak 哦，这是 Game Freak 公司啊。你好，我是游戏导演啊。你在收集精灵图鉴了？收集到很多之后也给我看一下吧。
我不会记得你的，你知道吗？我不可能会记得你。这里冷冷什么什么的，服务器需要冷却一下。啊、哦，四十分钟了，有点困，真的有点困难。时间真的，今天真的玩了好久了，啊，我真的很累啊，调查到我快要死掉了。喂，哎呀，你可以点吗？我们下一集再继续了。哎呀 ，Alice， 这前面是了，你手写飞云是可以的，可以的就是苗条大道或者是这里了。发流啊！他叫我找这边去看看吧。哦，我们要去找那个什么鬼？这个城镇的这里的道馆是吗？那边可以进下水道，怎么样？很有可疑的感觉吧 ？OK，OK。哦 ，Pan，Kiro 找到等离子团了吗？嗯，还没有。是吗？可恶的精灵偷窃！那么剩下的还没找过的 ，Kiro， 我需要你的帮助。所以我们要进下水道了。嗯，下水道最适合躲人了。所以我们要去下水道找等离子团了。他妈的，真的很累哦，不是开玩笑。这集我真的是崩溃了。在这个鬼地方转来转去，转了40分钟了。好了，各位，那么今天也玩的差不多了。我从7:50玩到8:30了。那么各位，我们下次再继续更多的 Pokemon Black 2 and White 2。这集真的是非常长，我下次会尽量让每一集的时间都平均在20分钟以内。可是这集没有办法了。好了，各位，大家再见，拜拜。